我无要食饭，吼，叨叨，你听好。阿公是真正今仔日咯吼，伊遐话听吼，运气嘛真好啦。今仔迄个叫做郑医师吼，肯甲咱安尼吼，肯甲咱做电脑断层啦。啊，昨昏迄个医生嘛无毋对，伊是讲做电脑断层啊，讲怀疑讲伊迄个血管堵塞吼，无做，佫啊做迄个显影剂的，伊个显影剂出代志啊吼。你佫做的话吼，惊讲有几机能佫较歹啦。啊，但是伊即马即个医生伊讲。伊感染出厉害，白球40000外，啊，所以讲这水咧滴吼也袂当滴济，啊，可是他现在很快就会变败血症，为什么白血球40000多？你不要看他现在好好的，一下子就变化了，而且有时候都不可回逆了，不可逆的，吼、哦、啊就是大概这样子，我会跟监事讲，我本来稿都写好要问监事，啊，叫监事说跟他讨论一下，啊，现在就不用了。我会给郑志强大概清醒啊，因为做电脑断层是靠有法度看到这个诊断的。做发现讲安尼，啊，佮药剂用足细粒，药剂伊的脑血啊已经药剂会当用的到遐尔，功能到遐尔，但是还有够通用啦。我是甲迄个医生讲啦，讲你卖药剂剂量也无介歹啊。吼，啊我甲讲迄个是显影剂的关系，伊同一定变哪的啊？他当然不会confess，当然不会。他一定要 protect 他们，哎 ，themselves， 吼、哦，啊，这咱拢无什么怪啊，咱嘛袂该怪啊，哦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哦。